你活在大山间，你说超级神秘，我不是笨女，跟着老大一起去，我们出发探险，会找到很多秘密，嘻哈嘻哈哈。前世我是端端，生活中的一个小点子，让一家人都很有共鸣。今天阿尼古家一个猜前世的游戏，全家人都能一起参与。你跟家人也有这样的经验吗？上菜咯，小心烫哦！好香，太烫了！啊，好好吃！哦，好吃！妈咪前世一定是皇帝的一品御厨，对啊，真会说话。哎，你们有所不知，前世今生是相反的。你老妈今生厨艺好，上辈子一定不会煮饭。那爸比，你今天吃素是前世做很多坏事了。儿子啊，你们有所不知，小时候奶奶带我去算命，说我前世是英勇善战的边关大将军，为了保护疆土冲锋陷阵，杀敌如麻，今生要多吃素消灾，才能延寿，和你们多一点相依偎的时光啊。哎，一个男子汉的斗丧，忍受眼前大鱼大肉的诱惑，这是多么大的牺牲和痛苦啊。哎，少来了，你最近根本在减肥吧。如果前世和今生是相反的，那宁古前世一定是很乖又安静的孩子了。那哥哥前世一定很不宅，对弟弟超慈爱啊。那端端前世一定是狗加爱迪生，超聪明。对了，才不是嘞，端端前世一定有洁癖。你是说反话哦。那你们说爸比前世像什么？像一根超干扁的脱水萝卜干。脱水萝卜干的相反。哎，臭小子，你们在嘲笑我现在身材像大冬瓜吗？趁走啊，这两小子。喂，你昨天明明告诉我是有第四单元，我是说第十单元，你都没在听。啊，完了。哈，爸比，你不是吃素消夜症吗？不是啊，你怎么在偷吃肉？古人说啊，昨日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，以前的事就不用再纪念了。我们今生呢，应该要快快乐乐，为来世做准备才对。今生我把它吃得胖嘟嘟的，我来世就可以当一个瘦瘦高高的篮球员，运球冲破防线，左闪右闪，一箭步起跳灌篮，杀得门前。爸比，你说的对耶，我完全赞同哦。以前的事就不要再纪念了。你看，哇嘞，破天荒，你数学考零分啊。你不是说要快乐，未来是做准备啊？你想想，我今生疯狂的大玩特玩，不要管功课了，来世我的功课一定会超级棒，给你光宗耀祖，你说好不好啊？好你个头，快给我滚进房间去看书。好啦好啦，那你还偷吃肉干？你还关心你老子啦？大冬瓜大冬瓜，来世还是大冬瓜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我来世不要当大冬瓜。一个小点子，一家人一起玩，能带来超乎想象的快乐呢。得过金钟奖的演员黄建伟爸爸，这次他要带女儿去一场神秘的大挑战。他跟女儿的挑战会发展出什么新的点子呢？我要哭了，爸爸不要哭哦。你会不会削皮？削皮对你来说有点难的。试试看。有点难，所以我们试试看看能不能成功。它有点力，所以你手不要在这边，就是自己把自己的皮削掉。哎呦，好难哦。有点难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是不是有点难？第一次削皮，非常棒。爸爸小时候都没有办法有这种机会。为什么？因为阿妈不让我进厨房。其实应该要，的确要像从你这么小就要开始进厨房才对，就要会用刀。你到几岁才会用刀？忘记了，
我都没有进过厨房啊，所以要到大学的时候才有尝试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受伤明天就没办法去玩了。真的，认真哦，专心。怎样可以吧？嗯，没办法。你的头发 ，baby， 这样子。你昨天地震的时候会害怕吗？问号。问号？什么意思叫问号？就是不知道的意思。那你怕什么？不知道。你怕不怕高？不怕。不怕？真的？真的。我什么时候怕高？哇，你死好哇！对对对 ，OK OK。那我期待明天哦。期待明天，明天会比较高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偶尔会害怕，太高了。什么叫太高？这边，我们的滑行模式 ，OK， 我们会在树上滑，从这棵树咻滑到另外一边。哎呀，好用力，好狠。我们的脚都会悬空，你就跟吊猪肉一样吊在上面。啊，没有，不行不行，别生气。对，来，左脚踩进去，这样，左脚这样，左脚是这只，对，这样，没错。扶起来，好，这样可以吗？你头晃晃，帽子会不会飞掉？好，那我们看上去喽。耶、yeah. ，那我们走边。OK， Let's go。芭比脚前面。好。待会你的 OK 大拇指跟食指的部分帮我这样握着，你的 OK 会放在钢索上面，嗯，对，然后手帮我放在头后面，往后伸直，练习一下吗？要出发吗？可以啊，去一下。好，慢走。妹，你看一下哦。对，有啊，右手往后伸直一点。好，然后手后面。拜。脚抬高哦，对对对，很好。来刹车哦。很好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来坐下来。吸气。坐下来。好，对对对，我先让练习一下好不好？脚脚抬高，我们往前一点点，这样可以吗？嗯，可以。好，来走了。抬高哦，好，可以握了，哦，很好，来，哎，不错哦，继续继续，你要往前走，好，对，很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呼吸哦，好好，对，走，很好很好。哎呦 ！Very well, very well。好，踩起来，非常好。这又是什么？这又是一、哦、这个比较难走哦。很简单吧？没有，这个比较难走，因为它这个太高了，所以你有一段，反正就是你要抓的这个，一样跟刚刚一样抓的第一环，这个环，知道吗？哎。嗯。好，往前走，可以吗？你看，像这样子，爸爸帮你一起抓，所以你抓的绳子就像是爸爸抓的这个，就像是爸爸抓住你一样。嗯，你要试试看吗？嗯，你不想往前走了，对不对？你觉得呢？我帮你抓住这个。嗯。啊，我知道了。那。那爸爸，我们的环扣在一起了。嗯。可是我们只有往前才可以结束这一段啊。你刚刚都做得非常好哎 ，baby， 很简单，就像公园一样，这里也像公园一样。还是我背你啊？我知道，我背你。不要。真的吗？我背你。不要。我蹲下来。不要。不要，那你想走吗？我教你怎么摸爸爸的手，好不好？我教你。这样手很酸。你说什么？手很酸，我知道，所以你要不要先回去休息？
要不要？要不然就是我背你。如果你都不要的话，我们要找个地方休息。你想要在你的后面休息，还是要你在你的前面休息？你觉得呢？赵宇。哎，乖乖手。我告诉你怎么样的握法比较不会酸。你先握住这边，你这只手握住宝宝的手腕，手腕。对，像这样，像这样，像这样。爸爸等于是爸爸抓住你，然后我们一起往前走，可以吗？你两只手都抓住，两只手。不行的时候就抓住我。爸爸，等一下。好，我这样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在。等一下啦。好 ，OK。抓住我。没有，你轻轻，不用，对，不用那么用力，对。等一下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有一只苍蝇一直在我面前，没有，我要先跨过去啊！不要动！好，我不动，非常好。爸爸可以动了吗？没有，可是我的脚要移动，你才等一下。好，非常好。Very good, very good, very good。爸爸，不要动。没办法，我一定会动啊，朝宇，我一定得动。点。没有，我就算慢还是会晃，它这里就是会晃，我们要接受这个晃，可以吗？至少我们两个在一起。哎，你看，我们快到了。快走呢。好好，我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哦，被你搞，我好想吃冰淇淋哦。待会儿去吃。好，待会儿去吃。因为它一颗很大颗。谢谢。来试试看红茶怎么样？你刚刚卡在那个吊桥的时候，很害怕吗？那是什么感觉？就是累，手很累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你通过了这个最难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很轻松？对。所以你要记得今天那个感觉哦，知道吗？你只是怎么样子不能动，然后怎么样子继续往前走。因为以后可能还会遇到一样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再上来。好。来，手放下。赵宇，哭一下就好了。好，非常好。OK 了吗？好，可以了。我来啦。好。刹车。你五要记得刹车还是？爸爸国中的时候很瘦很小，然后我发育比别的男生慢。然后我打球又打得不好，其他男生打球都很厉害，但我打球打得不好，所以我国中那个基本上所有女生都拒绝我，就丢脸啊，就糗啊，然后自我怀疑。那回家有照镜子？应该有。那有看过爸爸哭吗？有啊，我看电影的时候啊。那时候看电影的时候。看见你没事干嘛会哭啊？大宇，你跑太快了。等一下。其实我一开始养昭宇就没有性别的，不是说哦女儿应该怎么养这样子，没有，我就是希望她能够慢慢的，她不需要扮演性别，她不需要跟从这个世界的规矩，她只要不用扮演性别，她就会找到力量。她现在其实已经有了，只是那个力量必须要花时间成长。
他已经有了，比我都好。我说他不会等我了，他就是跑了，他会离开的。然后有时候他会害怕，你就陪他一下，因为他会害怕，他自己会限制自己，所以我必须要，后来反而是更需要给他去，你去。我们只能陪他们走一下下而已了，接下来一路他们要自己走。好，那你把这个拿去收。给我的，帮忙一下，吴兆宇，小心哦。给我。我想要不要再吃一？不要啦。不要啦，胖。可是很好吃哎。今天就与爸爸妈妈一起找一个共同话题，一个好点子。说不定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快乐。